哟哟哟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AK 智能的Vlog。今天呢，要解锁一个新的技能，叫做做蛋糕。于是呢，做蛋糕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先去完成一下，因为我不会做蛋糕，然后妈妈又没有在家，所以可能要和妈妈远程连线一下，拨通我妈妈的电话。喂，我有吗？我在干嘛？今天要做蛋糕，今天要做蛋糕，但是不知道做怎蛋么做。糕，好，你告诉我第一准备步，两个第一步，你先告诉我第一步，准备两个盆。准备两个盆，哎，然后呢，准备五个鸡蛋，牛奶，小秤，蛋糕粉，然后你看见里面有几个小碗，对，两个碗，白糖也是要准备好的料。白糖在哪？打开柜子门，你往下看。玫瑰红色又是透明的，这个，现在要称牛，这个，不是，这个你放着吧，你现在不用，这个吗？对，开始打鸡蛋，一定要分好，蛋黄不要落入蛋清里面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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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蛋黄，把手动打蛋器。给我一个 BGM， 我就要跳舞。跳舞，哎。好，可以了。你现在你去拿那个电动打蛋器。有电动打蛋器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我手动呢？刚才。OK， 拜拜，我们挂了。Oh my god， 空姐狼藉。我最怕洗碗收碗。No， 好累啊！我现在要在我的床上躺一下先。我为今天的蛋糕取名为销魂蛋糕。对，因为在做的过程里面，我完全已经迷失了自我。对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是什么味道？太浓了，这个味道太浓了！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哦、，nice！ 好了，现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然后把烤盘拿出来。这个味道太浓了！哎，来，我来为大家试吃一个，撕开一个烤。太好吃了吧也！没想到我能做出这样的蛋糕，哇，特别松软，来看，鸡蛋和牛奶的味道都特别浓。蛋糕挑战成功 ，get 蛋糕新技能 ，yeah！